这一题它告诉你它是一个 rhombus，rhombus 是什么呢？rhombus 是四边都一样的长度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可以拿这个 x 减 y 等于 2x 加 y 加 1，OK，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 equation，然后我把全部都搬过来，OK，然后再把 e 搬过去吧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。其实不是，我应该是弄错了，我应该是把我的 x 搬过去，我的 y 跟 e 搬过来，它变成 2x 减 x 等于减 y 减 y 减 e 减 2y 减 e 等于 x，所以 x 等于减 2y 减 e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。然后过后呢，我再用这一个吧，这一个跟这一个，OK，所以我的 x 减 y 等于 3x。减 y 减二等于二，我把二乘上去，2x 减 2y 等于 3x 减 y 减二，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搬过来，所以我这边会变成 3x 减 2x 减 y 加 2y 减二等于零，然后我就有 x 加 y 减二等于零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，然后在这边我就上我的那个。Equation，我就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equation two，OK，我就有减 2y 减 e 加 y 减2等于零，减 y 减3等于零，所以我把这个搬过去，y 等于减 3，然后 sub 我的 y 等于减3 into equation one 的时候，我的 x 等于减2乘减3减 e，然后6减1五，所以我的 x 等于5。y 等于减 3，OK，我要 check 我的答案，OK，x 等于减 x 等于 5，y 等于减 3，x 等于 5，y 等于减 3，所以我的 x 减 y 是5减减 3，然后拿到8。这个呢是3乘5减减3减2除2，15加3就是。八减二，18减二，16减二，16减二，八，哎对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2乘5加减3加1，10减3加1，八，OK，所以三边都是八，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。